知道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万一我们成亲了，我还能继续做生意。那你喜欢吗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就一直做。不管是开茶馆也好，开酒楼也罢，你就一直做下去。还有，不是说我们如果会成亲，而是我们一定会成亲。但是你娶一个商妇，你就不怕对你的官声不好？大宋哪条律法啊规定了官商不能通婚？再说了，那些言官有哪一个敢得罪我们皇城司的？真的吗？千帆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可是我能给你什么呢？钱、权、家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做生意做魔掌？两个人在一起相思相守，要什么公平啊？你在我身边，你懂我，这就是最好的事了。顾千帆。